很痛很痛，痛到受不了，痛到冒冷汗的痛，不是刮到的痛，很痛那种。所以他是除了肾脏里面有结石之外，还有输尿管里面也有结石。那因为输尿管结石堵塞，所以上面肾脏积水肿起来，就引起他痛得蛮厉害的。要不我一礼拜就爱住他一间急诊，到尾一礼拜我爱两天三天啊做一间，我计讲有甲开的，用糖都提落，用安尼有加有危险性，开落一个你也袂精神。麻醉风险比一般人高了，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畸形，那包括这个手术风险也是比一般人高很多。啊，刚才谢医师安尼，无去验我这种验，我是我这个患者，啊，刚才谢医师也是感谢。全球大海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今天的《至为人医守护爱》，我是王春华。根据一份流行病学的调查报告指出，台湾地区泌尿道结石的盛行率高达 9.6%， 换句话说，每十个人当中就有可能一个人罹患尿路结石。而有时候啊，这尿路结石所引起的疼痛令人相当的难熬，甚至有人说比生产还可怕。所以啊，真的大大的影响到生活品质。所以啦，为了能够早期的预防早期的治疗，我们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台北慈济医院泌尿科主任谢正兴谢主任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如何预防与治疗尿路结石。让我们欢迎他。主任好。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正兴医师。主任欢迎您。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叩医疗团队，首先是神经内科的林信光林主任，第二位是感染管制中心的杨庆辉杨主任，第三位是一般外科的贺斌贺医师，第四位是中医科的尤志勤尤医师，第五位是麻醉科的黄世仁黄医师，第六位是放射诊断科的萧仲凯萧医师，第七位是胃肠肝胆科的王品超王医师，第八位是骨科的周博智周医师。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医疗问题随时都能call in进来。由于尿路结石的盛行率相当高，而有时发作时又来势汹汹，令人痛彻心扉，有位吕先生啊长期饱受这样的痛苦，让我们看一下这则 VCR。很痛很痛，痛到受不了，痛到冒冷汗的痛。先天患有成骨不全症的吕先生，平常出入都需要靠轮椅辅助行动，甚至于连洗澡也需要家人的协助，非常不便。而雪上加霜的是，近几年吕先生陆陆续续开始觉得剧烈腰痛，不是刮到的痛，很痛那种，站着然后起来跳。我这种不能跳起来跳的痛啊。一般的止痛药只能暂时舒缓症状，辗转反侧的疼痛仿佛是体内不定时的炸弹。要不我一礼拜就来住到一间急诊，到尾一礼拜我来两天三天啊做一间。医师诊断泌尿道系统结石是造成疼痛反复发生的原因。还有讲建议我用泵，用泵看卖啊。泵三摆已经无什么效果，伊讲叫我卖泵啊。震波碎石无法解决结石的问题，只能使用手术的方式来取出结石。然而，吕先生的骨骼异常结构以及心肺功能较差，因此手术与麻醉的风险让他的求医之路并不顺利。我计讲用较贵的，用糖都提出来，用安尼有加有危险性，开落一个。你也没精神。四处受挫的求医过程，尽管再苦再累，吕先生一家人仍然积极地寻找治疗的方法。经过朋友的介绍，来到了台北慈济医院谢正兴医师的诊间。好，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畸形，那包括这个手术风险也是比一般人高很多，因为他身体畸形的部分的话，就是会造成器官也跟正常人会不太一样。所以他是除了肾脏里面有结石之外，还有输尿管里面也有结石。那因为输尿管结石堵塞，所以上面肾脏积水肿起来，就引起他痛得蛮厉害的。
谢医师细心的诊断与愿意帮忙解除病苦的热情，让吕先生再度燃起了希望。然而，麻醉的风险与骨骼结构的异常问题，依然是医疗团队在手术中所必须面对的考验。哎，主任想请问一下，刚才在 VCR 中吕先生说他有时候痛的时候想要跳起来，甚至会想在地上打滚，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我们正常的泌尿系统可以分为，我们有两个肾脏，那这个肾脏主要就是制造小便，过滤我们身体的代谢废物。那肾脏制造小便的时候，那小便就会经过左右各一条输尿管这样流下来啊，那会跟膀胱相交接。那小便流到膀胱的时候，等它胀满的时候，就会从尿道排出来。那这是我们正常的小便排泄的一个过程。那但是如果说我们长结石的时候呢，这个像吕先生一样，他这个结石就会卡在这个输尿管这个地方，那上面这个水流不下来，上面就会积水肿起来，就好像我们排水沟堵塞一样。那我们排水沟如果堵塞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说家里就淹水了。那我们这个肾脏积水是一样同样的道理，这一旦像这样积水这么厉害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肾脏会被撑胀起来。那我们知道这个肾脏外面有个肾包膜，那这肾包膜上面是有神经的，基本上这个肾脏本身里面，这个肾脏实质的组织里面是没有神经，事实上它如果即使受到伤害它也是不会痛的。那它会痛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肾脏积水起来，那整个胀起来会牵扯到这个肾脏的包膜上面的神经，所以这时候会痛得相当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在我们急诊也可以常常发现很多病患是因为有结石，那因为是堵住的关系，所以常常会因为这样来求诊。那常常如果说很多病患说，哎，我没有结石，我有结石为什么不会疼痛呢？事实上有一些病人是因为他这结石是长在这个肾脏里面，但是他没有阻塞到这个输尿管的开口，小便还是可以顺利的这样流到膀胱，然后从正常小便排泄出来。所以即使是长得比较大颗的肾结石，有时候也完全都没有痛的感觉。所以主要疼痛主要都是在堵塞在输尿管，然后造成肾积水，然后牵扯到这个肾包膜，然后诱发那个神经的疼痛感觉。其实所以等到会痛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那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说那会造成尿路结石原因有哪些，或者换句话说有哪些人是高危险群呢？那这个很多人是跟先天体质有关系啦，所以有些人比如说家里有兄弟姐妹啦，爸爸妈妈或是伯伯叔叔有曾经有长过结石的，那他的结石的发生率就比较高一点。那有一些人当然有一些新陈代谢上的毛病，比较常见比如说是甲状腺机能亢进，那这种我们身体的钙的浓度会很高，这种也比较容易形成结石。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气候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在热带的地区，或是说在沙漠地区比较干燥的地方，那因为可能相对这个水分会比较缺乏，那也比较容易形成结石。还有就活动量不足，尤其像吕先生他长期都卧床的，或是有一些像我们常见有一些中风的病人，那他都没有什么活动，这种也比较容易产生这个结石沉积。还有一些泌尿系统异常的，比如说他有这个输尿管狭窄啦、堵塞不通啦，或是排尿功能障碍，他比如说有一些包括说小便不顺的那他也常常都有一些尿，比如说尿100cc 但是还有400cc 没解出来，这种也比较容易形成结石。这种包括说像结石之外也可能容易伤害到这个肾脏的功能，像这种属于泌尿系统结构异常的。还有研究显示说比较胖的人也比较容易长结石所以最好不要太胖。那有的跟职业也有关系比如说他是这个厨师啦，在比较或是有工厂比较闷热的环境之下工作的，相对可能流汗比较多，那水分补充可能相对比较不足那这个也比较容易长结石。那还有就是有些人是反复性尿路感染，那哪些人比较会反复性发炎感染呢？比如说女生通常比较容易反复性发炎感染，因为女生的尿道比较短，大概4到6公分而已，所以跟外面接触就比较频繁一点的话，
细菌就比较容易入侵到这个我们的泌尿系统里面去，好，所以也比较容易长结石。是，所以刚刚主任被你点名到那些观众朋友特别小心，因为他们有特别高的机会得到尿路结石。可是主任想问你，一般话我们等到我们疼痛了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尿路结石，那我们平常在家里我们怎么样能够就是说一般时候还没痛的时候，如何能够早期就发现我们有可能已经有尿路结石呢？所以如果对一般正常人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政府有一个很好的福利措施，就是在40岁到65岁之间，每3年可以有一个免费的定期健康检查，那超过65岁以上就免费1年1次健康检查。那这检查的项目包括说验小便啊，还有照个简单肚子 X 光片，其实就可以知道说大概有没有结石的问题。那我们如果说一旦怀疑说看起来有一个白白的影子很像是结石，那在过来我们泌尿科我们会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些检查筛选，包括说可能做个肾脏超音波看看肾脏有没有肾脏积水啦，或是说做一个特殊摄影检查，那可以看整个泌尿系统有没有畅通，那如果说有的话那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当然如果说本身有家族史，就是说可能自己的长辈有人曾经长过结石，或是兄弟姐妹有的话，这种是属于高危险群的，或是刚才有提过那种情形，但就不一定要等到40岁才来做检查，就可以提前来做检查，可以早一点筛选，早一点如果知道的话，就可以早一点治疗，避免后续的一些并发症。是，所以意思说每40岁到65岁就已经每3年就可以来做一次健康检查。那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说坊间啊常听说什么化石草啊一些偏方，还有什么喝啤酒啊可以帮助排结石，真的有这种方法吗？像化石草是属于中草药的部分啊，不只是我们台湾有，在是大陆啦，或是欧洲、美洲，其实各地方都有不同的草药的成分配方，说有助于可以预防结石。但是因为这些中草药的部分因为它有一些就是比较缺乏我们目前医学上科学上的大规模的研究啊，所以这个我们并不是特别鼓励吃这个东西的哈。但是因为很多人在吃，所以很多病患在问他，所以我们也不特别说有建议。但是他病人常问说可不可以吃，我说可以的哈，可以试试看啊，但是管不管用见仁见智。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啤酒哈，因为啤酒它本身有酒精的成分，它本身有利尿的效果，那它本身也是算一种饮料，那它有水分，那我们它喝下去呢就是有这个利尿的效果，可以帮助排结石。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啤酒它这个酵母在我们身体里面喝多的时候，它也会代谢成草酸。那我们知道说大部分的结石都是草酸钙结石最多了，大概60%的人都是草酸钙结石，所以事实上它也是一种制造结石的原料。所以喝太多的话，事实上也是对结石来讲的话也是容易形成结石，不好的，而且容易喝醉啊。所以我们说喝啤酒可以，但是不要喝过量，不要喝太多啊。一般我们还是建议喝白开水就好了。对，而且喝啤酒容易伤肝哈，所以相信希望有结石朋友的这些症状的朋友们，还是不要误信偏方，能够在专业的医师的评估与治疗下，这样子会比较有保障。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谢主任是如何帮助李先生来脱离病苦。让我们看一下这则 BCR。手术当天，麻醉科医师再次细心地讲解整个手术的麻醉过程，宛如一颗定心丸，让吕先生能够安心地进入手术室。同一个时间，谢振兴医师也在做术前的准备工作，仔细地研究结石的位置，希望能够顺利地取出结石，解除吕先生的病苦。比较轻松方便一点的方法是可以从我们叫输尿管镜结石手术，我们就是一只长长的镜子哈，细细的，然后从尿道里面伸到膀胱，然后再伸到输尿管里面去，那把结石打碎，让它自己有的是自己留下来，有的是我们可以帮它夹出来。好，这个方式相对于比从这个腹侧钻洞这个比较不会流血，它相对的安全性比较高一点。尽管吕先生的麻醉与手术风险比一般人高，但在谢医师与医疗团队专业评估之下，让整个手术的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吕先生也平安地回到家中，但还是有穴位的疼痛困扰着他。先用输尿管镜结石手术，先把这个输尿管的石头打碎，
但是肾脏还有一些残余结石，这时候就要靠体外震波碎石来处理的。体外震波碎石术是利用椭圆形聚焦的原理，将震波源发出的能量集中到结石上，在不伤害身体其他组织的情况下，达到了碎石的目的。很幸运的，经过了两次体外震波碎石术后，吕先生逐渐恢复健康，一家人对于谢医师也充满了无限的感恩。他刚好真是碰到谢医师，真的是很感谢他，对整个过程他真的是很帮忙就对了啦，很感谢，很感谢啊。对啊，感谢谢医师安尼，无去用我这种用，我是我这个患者，啊，感谢谢医师，还是感谢。感谢原来就好，后来原来给我们创个家好啊嘞。因为一场病苦，吕先生来到了慈济医院，在谢振兴医师的精湛手术下，找回了健康，也找回了昔日的笑容。哎，主任想请问一下哦，治疗尿路结石的方法有哪些？那这些方法又有怎么样的不同呢？我们比较常见的治疗方法哈，就是用体外震波碎石术，这是算最方便、最轻松的方法。只要石头，比如说在肾脏里面不要大于2.5公分，在输尿管里面不要超过1公分，因为如果石头太大，用体外震波碎石打效果相对比较不好。所以如果说有上刚才那不是很大的结石的话，通常用体外震波碎石打是最方便，打完就可以回家了。那就看如果是打碎的话，就自然排出来，这是最轻松简便的方法。好，那如果说不行的话哈，如果打不碎，那我们可以另外用这个输尿管镜手术。好，比如说这个吕先生就是像这样子，他这结石卡在上面的部位，那我们一支细细长长的镜子哈，从尿道伸到膀胱，那再伸到输尿管里面去。那我们有雷射的碎石线哈，可以把这个石头击碎。那甚至我们医院还有这个所谓软式输尿管镜哈，这个镜子伸进来哈，还可以再转个弯，好，所以有一些比较更角落的结石哈，我们都可以拿得到。好，那通常来讲，大部分的结石用这个直式的硬式的输尿管镜就可以处理完了。好，那另外如果说石头比较大的话，比如说刚才讲过超过2.5公分以上，因为这石头用体外震波碎石打，那个石头很多，可能要打好几次都打不完。那我们这如果用刚才的这个输尿管镜升上来打的时候哈，可能有一些角度根本打不到，而且这本来很大颗就在卡在这个里面，这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身体的侧面哈，大概像这样1公分的伤口，那直接钻到这个肾脏里面去，把石头击碎，再整个直接从这里夹出来。那我们这医院用的是这平躺式的方式，那平常通常大部分都是用趴卧式的方式，相对会增加麻醉还有手术当中的风险。那用平躺式的姿势来讲，对病患也比较舒服，那手术安全性也相对比较高，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石头一颗一颗拿出来，就像这样可以排列成像视力子一样的东西。那所以这三种方式都各有优缺点，但是要看结石大小还有结石位置再选择看适合用哪一种方式来处理治疗。是，那想请教一下主任，就是说哈，吕先生他因为本身先天性的心肺功能不佳，那身体的构造跟平常人不一样，那你在治疗上面有没有就是一些特殊的考量或者是困难度呢？因为吕先生他是成骨不全症，就是我们俗称的玻璃娃娃了，所以他这个包括这个下肢也是有畸形，身体也是有畸形，所以它包括内脏器官可能都会有部分移位，跟正常的位置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原先有考虑说，是不是就从这个刚才我们讲过经皮肾造瘘结石手术，从体侧就打一个洞进到肾脏里面来把它石头拿干净。但是像它已经有器官移位了，我们可能打洞的时候有可能会伤到脾脏啦，或是伤到这个大肠的部分哈，那这样子会增加相对手术的风险，可能产生以后的一个术后的并发症。那所以我们在刚开始考量的时候就想说，我们可能可以先从这个输尿管镜手术哈，因为它主要石头都卡在这个地方，肾脏有一些，那我们就先尝试比较简单而且风险比较低的手术先试试看，如果真的不行再来考虑用这个经皮肾造瘘手术。所以术前已经有跟吕先生已经先跟他沟通商量过了，就是说先试这个简单的方式看，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真的就直接进行这个手术。当然我们这个手术也做很多，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把握才
答应他来做这个治疗。那很幸运的哈，因为吕先生我们在用输卵管镜手术做的时候就已经成功的把大部分的结石都打碎了，那还有剩下一些小部分的结石，后来就用体外增波碎石打一打，效果就很好，好，所以他现在恢复的健康都蛮不错的。是啊，真的非常感恩哦，在主任你的巧手人心下，吕先生恢复的非常好。哎，那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说，那我们一般啊，就是要想到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啊，那我们要如何在生活上要如何来预防这个泌尿道结石？通常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多喝水了。那喝水，很多人问说要喝多少水才够哈？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一天尿量可以有2000cc 的尿量。那要2000cc 的尿量，通常可能要喝到2500cc 到3000cc 的水量才有2000cc 的小便，因为我们除了这个呼吸也会有水分排出来，那还有我们也会流汗啦，所以通常喝的要比尿出来还多了，所以大概要2500到3000cc 左右。那另外就是要适度的运动，好，那运动如果说我们结石通常不会一下子就长成那么大颗，那它通常在小结晶的时候，我们就多喝开水，运动就会把它冲出来，就比较不会形成结石。那还有一些可能吃一些柑橘类的，比如说橘子这一类的，或是橘子果汁。那这个也有预防结石形成的这个效应。还有一些人很喜欢吃维他命 C， 事实上维他命 C 吃太多也是会代谢成草酸，会产生这个尿路结石，所以我们会建议说维他命 C 可以吃，但是一天不要超过2公克。好，那另外很重要就是说少吃动物性蛋白，还有低盐饮食，还有适当的补充钙片。好，这三个合起来的时候，可有研究分析说可以降低50%结石的生成率。那当然很多病患或是观众朋友会质疑说，哎，我是不是可以吃钙片？我有结石可不可以吃钙片？基本上我们还是建议可以吃钙片，好，尤其是吃柠檬酸钙，因为柠檬酸它可以抑制结石的生成。那反而有一些人不敢吃钙片，那或是这个钙补充不足的时候，也会容易造成这个结石，所以要补充适度的钙。是说这非常重要。那再想问一下主任，就是说那我们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我们这个结石的成分主要就是分成两大的，一个是含钙成分的结石，一个是不非钙成分的结石。那含钙结石包括草酸钙结石跟磷酸钙结石，这就已经占了80%结石的成分了，所以另外20%就是包括尿酸结石或感染性结石，还有一些其他比较少见的结石。所以我们这里有列了一些建议少吃的食物了哈，包括说红茶啦、菠菜啦或巧克力等等这些的哈，还有这个麦胚芽、黄豆制品。黄豆制品就包括我们常喝的这豆浆啦，或是吃的这豆腐啊、豆花等等的。好，那如果是尿酸结石，当然就是肉类啦，或是黄豆类的制品要少吃一点。好，那如果感染性结石，一般我们知道说蔓越莓有预防尿路感染的效果哈，那这些东西可以吃，但是少吃一点，比较不会长结石。是，今天非常感恩主任您精辟的讲解。那我们各位观众朋友知道，其实啊，如果说有尿路结石，请也不要担心，在专科医师的专业的评估与治疗下，是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那适量的饮水无疑是预防与治疗尿路结石的最佳良方。今天呢，非常感恩你的收看，也感恩主任知为人医守护爱，我们下次见，感恩。稳定的车，真心祝福。